为什么丹阳那边的声音特别大？今天是特别开心，是不是？好，大家好。对，看到今天人特别多，真的是非常开心。加上太阳非常大，天气非常好，在这边跟大家问好，那很高兴今天大家参加这个放假去的摄影哦。这个麦克风会把我声音糊在一起，感觉好特别。啊，那我们相信有中国的朋友已经等非常久了。那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从台北下来的时候就是塞了一下，就是希望没有影响到大家用餐。那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见面，有看到很多新朋友啊，然后还有一只可爱的狗狗。大家没有看到的话，就是他在我前面的再过去的那一桌，也是可爱的新朋友。好吧，那今天就是大家在用餐的同时呢，就是希望等等整个下午跟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互动，那可以拿回满满的 HB。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问好了这边，那我麦克风交还给 Jessica， 谢谢。